家住海边就是好呀，想吃海鲜自己找，大海退潮了，出发赶海吧。这里有好多的小鱼啊，这条小河豚还在生气呢，呵，气鼓鼓的肚子。这只派大星在缓慢的爬行，还挺胖乎的，带回去啊做个标本。螃蟹走路啊就是这么豪横，横着走。这是啥？哦呦，这是个大眼珠子在动吗？哎呦我天，不敢要，快走吧。这里有只海螺，肯定没有肉啊，有肉不会这么躺着，哼，还挺精致的，带走吧。来吧，哇，这个大家伙，我天，好大的一只赤点红啊。叔，这只八爪鱼啊正在产卵，咱就不打扰它了。这儿还有个毛憨子，学名赤背，这个毛都掉光了。发现一只独臂大侠，谢老板，收了它。你还别说，这只鲍鱼啊还真会找地方，石头还挺平滑的。这也是个贝壳吧，这里面都没有肉了，这壳上有好多长长的尖刺。礁石上发现了两只六角恐龙啊，一只橙色的，一只粉红色的。这是来处对象的吧。